想先回房了。这臭脾气，怕别人不知道她是我女儿吗？陈信，你要是老拿你妈当靠山，这样没大没小，很快就会混不下去。光靠刚刚那几句台词给人新鲜感是不够的，下次就要靠真正的实力了。你跟雨珠的爸重新复合吧，再行跟那个女人分手了。加油，陈信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。